2001年，大傻陈奎安痛批周星驰忘恩负义，扬言如果再见他，一定要狠狠地揍他。陈奎安和周星驰都是李修贤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二人曾亲如手足，合作了多部电影。后来周星驰成了星爷，陈奎安也成了香港电影的四大恶人之一。在当时的香港影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如果电影要叫做，反派就必须由陈奎安来演，他天生有着一副有勇无谋的反派脸，一辈子也没演过几次好人，可在现实中他却是出了名的仗义，就是因为仗义才有了他痛批周星驰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来揭秘大傻陈奎安的幕后往事。1955年，陈奎安在香港出生，他的家里贫困到常人无法想象，五个兄弟姐妹睡觉挤在一张小床上，只有一床被子，每天晚上都要靠猜拳来决定今晚谁睡在中间，因为睡的两边可能盖不上被子。当时中学的学费每月只有2块钱，可是家里愣是拿不出来，只能退学。无奈13岁的陈奎安便跟着自己的大哥去邵氏电影公司做小工，给人家搬运道具和摄像机。那个时候的摄像机比现在的大很多，10几岁的陈奎安扛起来挺费劲，但好在薪水不错，每个月能赚到60块钱。就这样做了几年，仍然是一个小工，陈奎安就离开了。没想到这次的离开却让他走进了一段黑暗的岁月。为了挣大钱，他一时冲动加入了当地帮派，成为了一名夜总会打手，在这里的工资是之前片场的10倍。在一次替老板催债的时候，陈奎安和其他三个混混与对面起了冲突，双方动手，造成了流血事件。等警方调查取证时，目击证人一致指向了陈奎安，就因为他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太有辨识度。当时陈奎安非常仗义，把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，替兄弟们扛了雷。就这样，他被判刑4年。当时他已经结婚，儿子也只有几个月大，好在那个夜总会老板还不错，每个月都会给他家里送点钱。一次在妻子去探监的时候，指着陈奎安对年幼的儿子说道，这是个坏人，以后不要向他学。陈奎安有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，他决心要重新做人。最终因为表现良好，只被关了2年多就减刑出狱了。那一年陈奎安才刚满20岁，身上就背负了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污点，回到家自己的孩子还总叫他坏人。这段监狱生活让陈奎安悔恨不已，他觉得对不起家人，因为害怕再走回头路，陈奎安主动和江湖朋友断了联系。随后他返回片场做起了小工。1975年，21岁的陈奎安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梁小龙，对，就是在周星驰的功夫里演火云邪神的陈真。当时的梁小龙正在做武术指导，他经常去陈奎安家附近的海边钓鱼，因此和陈奎安的哥哥熟悉起来，没事的时候还会去他们家坐坐。看到陈奎安没上班，就让他跟着自己去当武行。周星驰功夫里面有个演火云邪神那个梁小龙，他以前是武术指导，他常去我家里玩，因为我家住的靠海边，这个人喜欢游泳嘛，喜欢钓鱼，有空就去我家里坐。他看到我，哎，怎么没上没班上？我说没有啊，哎，把他当武行嘛，就这样。被带入武行的陈奎安扮演的大多是帮派头目、土匪头子等角色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长得实在太可怕，天生的恶人相。拍摄时他从来不用动手，只需要喊上一句上，身边的龙套武行就会冲上去开打。陈奎安也调侃自己道，我人生中的第一句台词就是上，土匪就当了头，头是不用打的，好了，上，后面就上，我就往后退了。做武行十分辛苦，但是工资却不低，每天有120块钱。正当陈奎安对现状十分满足时，他又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二个贵人。1978年，陈奎安正在一个剧组跑龙套，恰好被李修贤导演看到，1米85的大个子，满脸横肉，杀气腾腾。李修贤立刻被这样一个独特的形象吸引了，他主动找到了陈奎安，邀请他参演自己的电影《皇家饭》，饰演反派怀脑。从这儿开始，陈奎安正式走上了反派之路，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，从第一部戏开始就注定是坏人。但刚入武行的陈奎安一开始根本不明白到底该如何演戏，很多次甚至耽误了电影的拍摄。脾气暴躁的李修贤常常对他破口大骂，各种难听的脏字全都用上，甚至有一次陈奎安在拍戏时撞坏了100多万的保时捷，李修贤对着陈奎安连续不断大骂了几个小时。最骂的最多一个人就是我，天天骂。陈奎安被骂后只是低着头，从来不还口，
他懂得感恩这个带他入行的恩师，他也明白李修贤在骂他的同时也是在教他真本事。1984年，李修贤带着陈奎安参演电影《吉人天相》，片中陈奎安饰演一个愣头愣脑但凶神恶煞的大个子大傻，这个名字配上他的相貌实在是绝配。而在后来的几年，陈奎安接连在《流氓英雄》《监狱风云》中都扮演一个叫做大傻的傻大个，从此大傻这个外号就伴随了他的一生。没有人叫你什么程先生或者陈奎安，都是叫大傻哥对吗？一般人是叫我大傻。连哥都没有啊？哥的长得比我小就叫哥。因为他的外形和出色的表演，他与黄光亮、李兆基、何家驹三人并称为香港电影的四大恶人。靠着大傻这个人设，陈奎安的片约越来越多。他最忙的时候同一时期接了12部戏，一天就跑6个剧组，最多的时候一天赚了50万。有了钱之后，陈奎安一口气买了6辆车。他说自己不喜欢奔驰，但必须得有，因为那是身份的象征。在陈奎安整个电影生涯里，他出演过300多部电影、600多集电视剧，其中90%以上都是反派，而这些反派几乎一半以上都叫同一个名字大傻，而剩下的10%基本上都是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、凶恶却不失纯真的铁憨憨，让人又爱又恨。没道理啊，哪有投降输一半的？我在大陆玩也没有这种规矩啊。大陆怎么玩的？你神经病啊！大陆是大陆，这里是香港，香港是投降输一半啊！说到铁憨憨，就不得不说一下大傻的同门师弟周星驰，他们都是被李修贤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最终却闹得反目成仇。在1988年，李修贤导演的电影《霹雳先锋》中，陈奎安和周星驰第一次合作，后来他们又在一起合作了10多部电影，非常有默契，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。不过随着周星驰无厘头喜剧风格的逐渐形成，他与师父李修贤的警匪片就越来越合不来。后来周星驰被转签给了向华强的永盛公司，这也让李修贤大赚了一笔，而陈奎安却不干了。他认为做人应该讲忠义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，周星驰的离开就等于背叛。二人的矛盾终于在1993年爆发，那年周星驰的电影《济公》上映，在影片中有一幕墙上被涂鸦着李修缘我是要杀你全家的字眼。周星驰用李修缘这个名字其实是济公的本名，奈何陈奎安读书确实太少，再加上被别有用心的人挑拨，他一心认为周星驰是在利用李修缘这个名字夹枪带棒地讽刺李修贤，觉得自己的恩人被侮辱了。陈奎安大怒，痛骂周星驰，据说要不是刘德华拼命地拦着，陈奎安都要拿刀去砍了周星驰。不过这些经过时间的洗礼也成了微不足道的往事，是非对错现在也难以判断。这些年周星驰在公众场合一直有感谢李修贤的知遇之恩，可以看出那句台词只是无心之言。而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大傻对待朋友的江湖义气，别看他外表长得凶神恶煞，在影片中一直扮演坏人，可是生活里陈奎安是个很有正义感、很有爱心的好人。和陈奎安一样，张家辉也是李修贤带出来的。在张家辉刚出道的时候遇到很多麻烦事儿，很多次都是陈奎安帮忙解围，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非常要好。在2005年的时候，张家辉遭到勒索，又是大傻哥出面约对方喝茶才化解此事。而在那之后，陈奎安经常和张家辉在一起，担当他的保镖，这让张家辉非常感激。在陈奎安病重的时候，他多次去医院看望这位仗义的大哥。还有在《大话西游》中饰演蜘蛛精的蓝洁瑛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度落魄，经常食不果腹，于是陈奎安悄悄交代蓝洁瑛家附近的饭馆，让他们给蓝洁瑛提供3餐，费用全记在自己的账上。就是这样一个好人，却没有得到上天的善待。2004年，在印度拍戏的陈奎安突然吐血，之后他被诊断出了鼻咽癌晚期。得知自己患病，他倒也是看得开，他觉得自己这一生什么都经历过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2007年，他和郭富城、廖启智主演了《C 家侦探》，这是大傻的最后一部电影。在历经了5年的抗争后，这位恶人终究没能扛过病魔的侵袭。2009年，陈奎安在香港去世，享年54岁。他的去世悄无声息地带走了那个时代。他外表凶恶，却内心纯良。虽然也曾坠入过黑暗，但终究选择了光明。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相貌，但是却可以选择用怎样的面貌过好这一生。大傻哥曾说：“我是一个配角，
一个配角能让那么多人记住，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光荣，也是香港电影的光荣。视频结束，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关注我，别忘了点赞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痴痴问向天，可爱招我。